小时候是怕人家知道说我妈妈是聋哑，所以就不敢跟妈妈走在一起。啊，现在是喜欢跟妈妈走在一起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妈妈跟我讲，她也会掉眼泪啊，她就一直会跟我念说，为什么大姐还没有回来？她看到背影，看到哎，她就回来，就很高兴跟我们讲说，她有看到大姐啊。